没有，这是美国，这你得买真用的。零用的？啊，零用上来买。真用你上真远航运公用的，我这儿没有这东西。那你们自干自吹没好办法吗？这还没有，没有好办法，搁东莞也没有好办法。啊。对。然后有利尿的什么的吗？利尿的也得买真用的。啊，到真用的。对。傻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豪。今天我们去这个我们这边的比较大的医院找了找这个主护胆，也是因为咱们粉丝朋友们给咱推荐了一个偏方，因为这个偏方可能能治好猫孩子的腹水的问题，我们想着也要尝试一下嘛，所以说今天去找了找，很遗憾是没有找到的。咱们粉丝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有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，今天去这个镇上去给小家伙买了点鸡肝还有这个猪肝，买点鸡蛋刚给他煮熟，我可以给他用吃一下。你想想我贫血贫得特别厉害，所以说这个需要吃点这个鸡肝猪肝补补肾。给他煮了一些鸡蛋猪肝鸡肝，因为含白蛋白比较高，而且还能补充血量。你看阿豪，你咋还偷吃呢？他吃蛋白，我吃蛋黄。对，狗狗基本上只能吃蛋白，吃蛋黄不好。琪琪啊，给你弄好吃的了。想不想吃呀？小家伙闻呢，再闻呢。呀，吃了。咦，太棒了，琪琪！哇，看着好有食欲啊，琪琪啊，今天好受一点吗？昨天给他打完点滴都半夜了，然后今天还得打，小家伙每天都要打点滴，输白蛋白。琪琪，尝尝。呀，他吃了。看着你呢，好吃吧，琪琪啊？你得多吃点饭，多吃点饭才能恢复，知道吧？对，多吃点，棒棒的，琪琪真棒啊！多吃点，补充一下白蛋白啊，恢复一下体力啊。给加点这个蘸，这是鸡蛋啊。他不想吃，他不喜欢吃这个营养膏。鸡蛋吃不吃？鸡蛋也不吃吧？吃了一点点。琪琪啊，琪琪啊，呀，来找我了，琪琪，琪琪啊，你终于站起来了，过来，哎，走两步，呀，走两步又趴下了，啊，琪琪，走两步就累了，休息吧，休息吧。刚才我在这个网上看了看有这个东西，因为咱今天去医院问人家的时候，人家说确实有这个东西，但是他们没有进这个货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网上看看找到了，然后我们在网上下单了。想着因为这个小家伙如果说我们给他买这个现成的，这个不是干的我们还得晒比较麻烦，就是直接买现成的吧。因为如果说我们再去弄的话就比较麻烦，得好几天，然后就再直接在网上买了，三天之内就到了。先买一点，然后花了54块钱买一点看看吧。琪琪啊，马上就给你看好病了哈，咱要努力加油，好好的哈，要多吃饭知道吧，吃饭才能够恢复体力，咱们才能够战胜病魔。准备给琪琪抽腹水，抽费的腹水每天都得抽，因为他肚子很大，里面的水很多，你要不给他抽水的话他的负重就太大了，然后也没有食欲，
这两天已经给它抽出好多了，你看这都快满了这个瓶子。每天就也不能抽太多，抽太多小家伙受不了。姐姐真乖真老实哈。这个小家伙是我们十一号遇见的，今天是第四天了。哎，看着他这样子的样子，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咱们粉丝朋友们也是好多跟我们说一些办法让我们去尝试，我们也愿意去尝试。因为只要那小家伙能够好起来，一切都是值得。因为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也说了，这个小家伙的病情不是特别的好，基本上存活的几率很小很小，但是只要这个小家伙能够坚持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奇迹的发生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能给他起个名字叫奇迹。然后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咱们粉丝家人们的帮助和支持，因为这个小家伙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个病，也特别感谢大家。哎呀，小家伙也是不愿意动弹呀，真的特别难受，看他的样子就好难受。虽然说救治的过程非常艰难，而且消耗的资金也非常的多，但是我们也会想办法的，也会努力坚持的去给他治疗，真的希望能够有奇迹的诞生吧。琪琪啊，你也要加油知道吧，不要辜负咱们粉丝家人对您的关心啊关爱。好了，琪琪啊，啊，你会活起来的啊！你看他小尾巴摇的，啊，小家伙摇尾巴了，真棒，真棒啊！咦，你看小尾巴摇的，舒服点了吧？是不是舒服一点了，琪琪？琪琪啊，来吃一点，啊，好吃的，对，好不少吃啊，琪琪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对身体有恢复的啊。嗯，你看你懒了，你都躺着吃了。啊？呀，还吐出来了，呀，不想吃那一点呀，嘿嘿，小家伙真好玩。